大家好，我是福彩将军，你猜我在干什么呢？你要是猜对的话，恭喜你，我在弄面条呢。这个面条醒得很久，所以要用劲。观众朋友，有没有做过面条呢？要是喜欢的话，可以跟妈妈问一下，能帮帮妈妈这一点事。好啦，今天就到这里了。我是付小将军，我们下回再见。